你们是干什么的？祝寿，深更半夜的，有你们这么祝寿的吗？<笑>大少爷，诸位，既然是来祝寿，何必动刀动枪呢？不知诸位是家父的哪路朋友？哪路朋友？是送你们去西天的朋友。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公三代表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德川株式会社代表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时辰已到，请。老一辈说啊，这死人呐、啊，怨气越重，这官司就越重啊！这也太重了吧！慢点，慢点！慢点，慢点！都给我散开一点啊！走开！
陆会长一定很吃惊我告诉宁武有关佛头的事情吧。这就是我要替你抓住的猫尾巴，这只猫以后会很听话，比给它吃了心还要听话。这个女人太自信了，早晚会惹出大麻烦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管我们是什么人？把佛都留下！
呀呀呀呀！这么多人，你老追我干嘛呀？是你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是我。真是小瞧你了，原来你还有这鱼死网破的胆子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委曲求全，我就为了把你人赃俱获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呀！呀！呀！好了，不用追了，咱们不能把警探的活全给干了，走去看一下佛头。哎，没想到你还挺爷们的。必须的，纯爷们儿。哎，刚谁给我推出去的？这帮人也太狠了。好了，大家抓紧时间把佛头运出去吧，走。哎呀妈呀，刘中华呀，刘中华，你没脸你知道不？哎，你说你这，你说说你弄的这是啥事儿吧？你没脸呀，你以后凭什么混啊？连老天爷都不帮你，你大晴天你下什么雨啊你？美代子小姐，你这是？佛头呢？佛头你们不是已经运出去了吗？还跟我装？你以为我原以为我们能上一条船，可现在看来你没这个命。
热血青春，来吧！恒将军，恒将军，
白日呢？我们的行踪，日本人怎么会知道？就是，不应该。这个联络点都有谁知道？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。那会不会是我们之间出现了内奸？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猜测。哎，就是，艾琳同志也只是猜测而已嘛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换到这个房间。其他人给我去211。艾琳同志，
请放心，有我呢。周，哎，各位，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敌人对我们目前的计划了如指掌。要我说呀，就一对一的盯着。这得听领导的统一部署。你这人太没有大局观念了。好，下面我安排一下我们的重新布局。阿梅，你负责内走廊。嗯。蓝凤凰，你负责外走廊。嗯。拐子马负责大门口，我还在对面。至于你们两个，原地待命。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有间隙？应该不会吧。那就是咱们两个其中有一个。反正我不是。我也不是。睡觉。阿梅，累不累啊？怎么了？我怕你辛苦，要不我来提提你。不用。好吧。哎，六公子。嗯。要不你先辛苦一会儿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一会儿回来替你。好。阿梅，
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肯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，梅子姐认定内奸就是周正华，杀他有错吗？无凭无据，你们让我怎么相信？我和周正华共事这么久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内奸不是他呀，就是你。他要不是心虚的话跑什么呀？凭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其中一个？你们确定你们就没有问题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蓝凤凰，艾琳同志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走走走。妹子，这样消消气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啊。首先，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？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我们到这之后呢，基本上大家都是形影不离的，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？那个，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，什么什么周，上了很长一段时间厕所吗？这上厕所又能证明什么呢？仅凭上厕所，你就能说人家是内奸吗？再说了，你总不能说日本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厕所里吧？刘向林，你什么意思？哦，你的意思是梅子姐是内奸了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妹子，你看我这不也是分析吗？分析啊。烟花，听我说，汉奸换了模样也是汉奸。阿美，阿美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。阿美，怎么在你这儿？日本翻译只是个掩护，其实我的真实身份跟伯父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上海地下组织的成员，伯父是我的上线。张嫂，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做一件事情。太君，请吩咐。这个共党分子已经交代，这次来上海是为了取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，我希望你能代替他替我们拿回情报。我倒是想，即使我不去，也一定会有人去帮日本人拿这份情报，还不如我去拿到了情报立刻就把它销毁。
孙老板，好久不见了。拿好剪刀，记住，1968，别说话，开枪，打死我。情报在阿梅手里。孙老板，你没有诚意啊，告辞。1968，只有三个人知道他的意思。是我妈墓园的编号。行了，真相大白。下面我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周正华利用上厕所的时间，用这支烟花向日本人通风报信。日本人在厕所跟周正华见面，他告知了日本人艾琳同志所住的房间。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凭借艾琳同志的聪明还有我们领导的智慧，发现了敌情啊，当然也有九姑娘的一点点功劳。于是周正华是内奸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阿梅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，你为什么要刺杀周正华？他不是周正华，他是张雷。张雷是我以前的未婚夫，但是，他杀了我的父亲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阿梅的父亲是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，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由于叛徒的出卖，中了日本人的圈套，被前来接应的假情报员给杀害了。那个人就是张雷。阿梅，你怎么认定周正华就是张雷？他手腕上有我飞刀留下了疤痕。可是仅凭一道疤痕，你就能断定那一定是张雷吗？还有他的眼神。这个对，恋人之间最难忘的就是眼神。阿梅，即便他真的是张雷，你也不能私自动手，你这样是严重违反纪律的。对不起，是我一时冲动，我接受纪律处分。那现在周振华在哪里？跑了。真是太可惜了，没想到周振华是日本人的走狗。你们看这个，是我在跟他打斗的时候从他身上掉出来的。丰田佳文。什么什么佳文？佳文是日本家族的一个标志，这个应该就是日本丰田家族的佳文。这么说周正华是日本人？中尉同志，
我想如果周振华真的是日本人，我希望你们能赶快与组织联系一下，把他的情况说明。怎么联系？你们在当地不是有上线吗？上线只能联系到我们，我们联系不到上线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只能去找一个人。谁？熊仔，我们部门在香港的联络人。那周振华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是我的单线联系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是这样的，他只有白天会出现在东郊竹林一带。那好吧，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提高警惕，明天一早去东郊，都回自己的警戒位置吧。啊，钟磊同志，我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我今天晚上想和你住在一个房间。好，阿梅，你到外面去，蓝凤凰负责里面。咱们走吧。奸啊！周振华告诉我的。对不起。阿梅，我想求你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怎么说呢？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艾琳是日本人。什么？我注意她很久了，我最近一直在暗中调查她。这个是我从她家里找到的。这是什么？日本的家纹。就凭这个？我知道凭这个是不够的，所以才请你帮忙。怎么帮？我想见你们的领导。你不相信？这事儿钟伟知道吗？他和艾琳在一起，没有机会说，我怕引起怀疑。这件事情很麻烦，要不这样，今晚辛苦了，钟伟同志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什么话？你说。你相信阿梅说的话吗？我的每一个队员，在入队之前，我对他们的过去都非常了解。可是单单凭借一道伤疤就能断定周振华就是张雷？我相信阿梅。其实我也发现他们之间有些不同，他们之间那种眼神只有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敌人才会出现。没想到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。所以啊，我相信阿梅说的是真的，只是没想到周振华隐藏得这么深，怪不得我们会接连两次泄密。等找到熊仔之后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。
早点睡吧。嗯。接连两次的泄密，让上级对我们的联络站产生了怀疑，所以这次来香港，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身份的甄别。估计这一点，艾琳也有所察觉。所以呢，晚上来袭击的日本人，并没有发动真正的攻势，他们只是故意留下了一些线索，来扰乱我们的思路。日本人为什么会找上我们呢？刚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。所以呢，我猜测日本人就是利用军犬和艾琳身上独特的香水味道来追踪的。艾琳口袋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我趁艾梅来杀我的时候从艾琳那里偷出来的。上面写的什么？东郊朱琳，第二个报酬。谁杀了我？东郊朱琳。刚才他提到过东郊朱琳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事关重大，必须找中尉商量。回旅馆。小兰，你下去告诉拐子马，让他把狗赶走。一晚上炸药，这人要是不来，非把我吃了不可。东郊竹林这么大，不会弄错吧？没错，肯定是在这儿。这天都亮了，要是你的情报有误，周同志，麻烦你跟我们回去解释清楚。拐子，你要相信他。我凭什么相信他？如果出问题，后果我负责。人怎么还不来？
过来，老子炸死你们！
领导等着呢，走。啊，这个，你们先走吧，我留下来请你。你小心。你们也太不像话了，到底有没有组织，有没有纪律了？他们走多久了？10分钟，到底多久？好了，算了算了，都累了一夜，他们去吃点东西也正常。拐子马呢？在楼下，随时准备出发。你们还有没有纪律？谁让你们擅自离开的？又没有耽误出发时间，吼什么吼啊？你好了好了，的确没有耽误时间，那咱们走吧。许翠红、刘公子，你们两个留守，防止突发情况。其他人跟我走。领导，这样吧，蓝妹妹留守，忙了一夜了，我去竹林。也好，蓝凤凰你留下，那你跟我们去吧。拐子马，你就在这等着，如果我们有什么情况的话，你再过去接应。有情况，没有情况。周振华，你这个叛徒！叛徒恐怕另有其人吧，丰田小姐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呢？艾琳同志。怎么回事？大家都是自己人。别说话，把枪放下，往后退。你别激动，小心走火啊！往后退。你看，我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嘛，艾琳同志，你看，啊。为什么约在这里？二哥是谁？哼，北辰次郎，我的未婚夫，他会让你们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？都瞒着我是吧？太不够朋友了吧？九岁红没告诉你吗？